好的，各位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简单的几个工具来玩音乐，在单体就可以玩。首先我用的是 MPK Mini 来录音，之后呢我再用手机 Android 手机，这个叫 Touch Dow TOUCHDAW， 由它来控制我的音乐，电脑音乐的一个些参数。所以你看我现在使用的是 Live， 然后呢我有一个 Bass 的 Live， 那这个 Keyboard 呢它有一个 Pitch Bend， 非常的方便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的鼓呢，我有设一个效果器，同样的呢也可以使用这台手机来用，使用 YAXY Pad， 你会看得到这边有个 pad， 它可以这样子动。那你看我只设定了一个 Y 轴而已，所以它只会有 Y 轴来动。一个 Y 轴会动，它同样的也是可以在音乐里面用。你看，好，就是这样哦。所以以后在家里或者是去外面的话，你就可以简单的使用手机作为你的 MIDI control。 对对对，那这个方法会再教大家，其实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找，加油。